走啊，走吧。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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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发财啊，发财姐啊。我俩先上去。我坐得下不？坐得下，坐得下。嘿，哇，雅丽太客气了，来还带着花来的。带着花，讲究人嘞，讲究人。我刚真的是特别的随意，本来是一个在家里等你们来的，然后我跟虎哥，我们说那我们先去吃个饭，就让你们来找我们，就真的特别随意啊。先把吃的送回去，然后大家吃差不多了就想出来玩，我们上面还有个咖啡厅，有咖啡喝的吗？哎，我们家里有人做，家里有人做，家里有人专门，家里现在老陈做，老陈现在做，老陈天天给人，天天有咖啡。哎呀，你要不要喝点咖啡？要喝什么咖啡？好，你看老陈现在一绝首冲，对。我喝拿铁，我要喝大奶泡。都是喝拿铁是吧？我们都是拿铁挂的。拿铁的话，亮个性。哎呦，拿铁吗？拿铁，好嘞。你咋都完全没变了，你这个人。什么没变啊？是个快发二。不是他，真的不是他，他变得最大的。不不不不，虎虎现在帅死了。哎呀，你已经把我身边朋友迷惨了。真的假的？他说，哎，都过来跟我说，王栎鑫这么帅的呀？我说。我以前 get 不到这个点，就是以前我看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 get 到他帅是吗？是的，我跟你讲，栎鑫帅的成长历史是这样的。好认真的听，我跟你讲，看他的眼神。你想听你帅的成长史吗？我想听。跟坐好。好期待，眼睛都神经病。栎鑫的帅的成长史是从帅而自知到帅而不自知的一个成长历史。自知的那段应该还蛮……自知是他小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帅，知道自己帅。在人帅的时候，他又继续会努力帅。他现在不努力了，哎，无所谓了，随意了。你知道他从来不护肤。是吧？从来不护肤，然后从来不保养，反而现在有一些就是那种帅的随意，现在帅的随意。其实你们两个都是这样的，你们俩现在就是在妆造上，我觉得已经有点过分了。我这辈子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找他们两个要美瞳的颜色。跟我要的。你们现在戴了吗？没有，现在你的很好，那你没戴，你眼睛现在很好看、啊。我是褐色的眼睛，所以我上台的时候需要戴一些。你也是褐色啊？你看看我，好褐。哎，咱俩都是褐色。你看看，说明我们俩好笑啊。